翻满100天，你就可以离开这里，重新返回现实世界。看，放肆！这可是皇上最心爱的花瓶，我来帮你放吧。来人，把他打入冷宫。妙啊，这才叫诗啊！妙啊，这才叫吃啊！都别给我偷懒，给我使劲走。食材这块，您要是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吩咐。这什么东西啊，这么臭？螺蛳粉。这个螺蛳粉啊，越臭吃起来越香。严依依，在本宫你还敢大鱼大肉？来人，给我砸！容妃严氏即刻起迁出冷宫。什么？不行！